猫咪叫一下。哎呦，这难哦！哎，这两边的，这超难的武器。等一下，这样干嘛？我切小黄瓜，我切小黄瓜，我切鱼。啊啊！你切，你负责切东西。那哦哦 ，OK。我负责煮饭。煮饭这边这个不行，这个带着小黄瓜掉下去。这个绕过来好不好？这个带着小黄瓜掉下去了。哎，这里有饭好了。我饭丢不过去。我要饭，我要饭。我要肉，我要肉，帮我拿块肉，侍卫。哎，那那，哎，旺旺，那可以控制的啦。干，肉丢过去了。干，绿色那只老鼠。干你。要负责煮啦。OK， 现在中间两个负责煮啊！哎、欸，中间两个负责用了，中间两个负责用。哎、欸，先靠右边，给我过去。啊，哦，过去了。我要放，我要放，我要放。干 ，Elsa， 你乱放，这是什么东西啦？救我！救他一只鱼，他一只鱼，他一只鱼，他鱼要先。放就好了。我要饭，我过不去，我要饭。啊，这里，放。OK。哎、欸，鱼丢过去了，鱼丢过去了，鱼丢过去了。我要饭，我要饭。在杀人啊！过来，快过来！哎、欸，又，哎、欸，给块肉啊！有，肉刚刚都丢了、啊。我插饭，这个饭。肉丢，哎、欸，放下肉，给肉，肉给延吉照一下。左边，丢过来。我要饭，饭就在这里了。那个没办法用，我现在就插一个饭。有，煮好，这边。哪里啊？欸、过来啊，饭。哎、okay. 欸，肉摆好。肉摆好。哎、欸，盘子需要的。我要送餐没有办法 ，sorry。我要送餐没有办法。汉堡跟那个肉。就下面有个汉堡，加蛋啊！真难！哎，我把那个还是带过去，肉丢过去，有一个肉。哎，我完成一个，过去，等一下，我要过去哦，你们不要动哦。我没有动啊。哎，你过来！哦，肉丢，丢过来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锅子，面包在哪里啊？靠呀！我拿过来，啊 ，sorry， 丢过去了。啊，我可能肉不见。哎、欸，给我回去一下，给我回去一下。老子在吃。给我回去一下，给我。把你喂一条。哦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先不要走，我放房子。哎、欸，回来哦，汉堡好了。哎、欸，你回去，东西我来接就好。跟我讲一下要什么就好。送餐。这个是好的吗？怎么那么恶心 ？OK， 我要丢东西，四维送餐哦、啊。这个牌子不能丢啦，用好了不能丢。哎、啊欸，我需要、欸、要上下分类、欸，上面肉，下面菜这样。我快疯了！我要回去啊！先丢掉。哎、欸，我差一个那个叶子在哪里？叶子要在哪里捡？对，这边过来这边啊！这个赶快送。这边这一块，那个快送十秒了。好了，志伟，你送一个，我送一个。啊靠腰，这个小太爽，忘记这个在煎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觉得现在这个安排不错。好、哦，可是应该可能刚好位置啊。哎、欸，这太难。我觉得这不会，这个很 OK。刚刚他已经帮我们分配好工作了。中间啊，没有，我真的觉得，因为那个盘子一定要在中间，因为如果盘子不在中间，我们就要把锅子放在上面，所以我们会用不到。说实诚吗？反正就很烦呐、啊。说实诚、啊。他都随机耶，刚才那个是最难的吧，第五等级。可我觉得刚。